其实女生要有一个特别清晰的判断。一起进入什么呀？老婆，我以后会改的，以后会照顾家庭，照顾孩子，希望你给我一次机会。但我，你之前对我之前的态度有多好，现在呢，然后你对我的态度有多差，你自己，我想考虑考虑。厉害。我以后多照顾照顾，分担分担家务，还会给你做一辈子饭，希望你能相信我。那就是看你的表现了。我一定会改的。好，请亮灯啊，回去吧，谢谢两位啊。来，请关门，请开门。就在一起，谁让我们相遇，以后的日子我们一起相依，我会劝着你，我会纵容你，谁要欺负你，我就我坚信啊，就是现代的女性，一个妈能独立的把两个娃带得有点规模的女人，修理一个男人起来是绝对没有问题的。你就想你那个带两个娃最累的时候，你是怎么咬着牙给扛过来的？你都用在他身上，分分钟他就完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好，谢谢。哎，